大家好，我是雪宝，我正在为阿伦戴尔第一届圣诞手杖大赛拍摄宣传片。哟哟，哎呦，但是斯特这个小捣蛋鬼是我一上午的努力泡汤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哟哟，雪宝，你怎么了？艾莎女王，斯特捣乱，把闪钻贴纸贴身上了，手账本也被他咬湿了。我拍了一上午的片子，就像这个手账本一样，泡汤了。不用担心，雪宝，你的努力没有泡汤哦。看，哇，艾莎女王太厉害了！让我也来为宣传片助力一下，送你一个新的机器，让手账本更加精彩吧。这是 3D 贴纸机，可以制作出含雪宝的立体贴纸哦。哇，太神奇了！那要怎么制作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挑选一张照片，就选我们帅气的雪宝的照片吧。找到对应的水晶贴纸，撕开水晶盖的纸膜，接着舀一勺宝石。我来试试，我来试试。倒入水晶袋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艾莎女王，宝石没有对准。没关系，雪宝，每个人都免不了会犯错误。你看，宝石又回来了。雪宝，你再试试看。这次我一定会对准水晶盖的。哇哦，我成功了！太棒了，雪宝！嘿嘿，水晶盖粘贴面朝上，小孔对准卡位。我们把雪宝的照片卡入，将它放进贴纸机里。呦呦，最后一步，斯特，交给你了。呦呦。悠悠，哇哦，悠悠，漂亮的 3D 贴纸完成了，太漂亮了，晃一晃还能看见宝石在照片里面闪烁呢，我的手账完成了，哇哦，真是太好看了。阿伦戴尔第一届手账大赛的宣传片也顺利拍完了，现在就等着小朋友们踊跃参加，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作品吧。 3D 贴纸机，操作简单的益智小玩伴，制作个性作品，培养自信心，增强成就感，自己动手快乐100分。他贴纸机太厉害了，邓波波，谢谢。